稻香超级市场今日上午10点，在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董事长余中记主持剪彩仪式后正式开幕。稻香超市位在北投稻香路81号，一共2层，占地1000多坪，是由市府委托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经营，具有公共事业服务的性质。农产运销公司直营的超市从民国70年的延吉到和平天母兴隆备受市民的好评。稻香超市的开幕将为北投地区的民众提供价格平稳的蔬果，不过由于地处偏僻，市府担心经营效益不佳，目前已经向石牌、关渡、淡水等地扩大宣传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。1